近日，王宝强母亲因病去世，王宝强带着女友回老家奔丧，新女友的正面照也罕见曝光。照片中，她身穿一身白衣，十分清秀，并且从冯清的表情中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她十分的伤心。村民们都说她是一位好姑娘。通过对村民的了解，现在王宝强还没有将冯清娶回家里，但是冯清在出殡当天却披麻戴孝，许多人都说她非常的善良，也非常的漂亮，也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。村民们还赞女方长得漂亮又高大，是个模特。据悉，冯清是美国伯克利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而且身材样貌也是非常不错，还曾获得过世界小姐亚军，并担任过模特，条件可以说比马蓉要好。更多精彩资讯，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